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马丁尼的基础系列，也就是他的面单系列。那我个人呢，实际上也有一个马丁尼的老款的50，现在叫58。那我认识他的呢几个经典的型号呢，实际上就是48、58和88。那48呢，实际上它是个面单面板呢，采用的是红雪松的这个单板，但是背侧板呢，你可以看上比较浅色。像这种呢，一般是选用沙比粒作为材质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58呢，它的构成的面板呢，也是采用这种深色的红雪松。那背侧板的这种深色呢，叫做玫瑰木，这个呢也是合板。也就是这两个琴，实际上主要的区别呢，就是在于它的背侧板有所不一样。那么48呢？和58主要的就是背侧板不一样，那还有一款呢是叫做88，那88和这个58比起来呢，88呢它有着更精美的殷红花环的镶嵌，那同时呢它的包边呢也是采用的实木加上枫木的线条，那58呢它是这个样子，它呢看上去会比较简约一些，那侧板呢也是一个线条，背面呢是一个白色的线条。也就是88，它的装饰呢要更加的精美，在原厂制作工艺的时候，它的木材等级也要稍微的高一些。48、58和88，它的售价呢基本上就在2000左右，或者是2000多一点点，靠近3000的样子。沙比粒背侧的48，玫瑰木背侧的58，以及高端的面带它的88，这三者声音区别大不大？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选择哪一款呢？